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盛恩。今天我们要来讲八 bit 的指法。那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八 bit 的刷法，这一次我们要来讲指法。指法呢有很多种的变化，其实蛮难一次把它讲完。那我们今天先来讲两个最常使用的弹奏的手法。在讲手法之前呢，首先我们要先做一些基本功的练习。第一个呢，你要先让你的右手达到一个基本的灵活度。大拇指呢会负责上面三根弦，低音弦。那至于要弹哪一根弦，就看你的和弦的根音是哪一根弦。例如说 C 和弦的根音是第五弦， G 和弦的根音是第六弦， F 和弦的根音是第四弦。那会根据不同的和弦去做变化。这三根手指头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呢，分别负责下面的一二三弦。那我们会给它一个代号，大拇指呢，因为英文叫 thumb， 所以呢代号就是 T。那食指是一，中指是二，然后无名指是三。所以我们在弹奏指法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这样讲 ：T 一二三 ，T 一二三。好，那在拨弦的时候呢，记得大拇指呢是用侧面这边去拨弦。不要用指尖拨弦，因为它的音色会比较不太一样，而且这样弹其实不是很好弹。然后呢，这三根手指头呢，主要是用这个关节在拨弦，不要用侧面。有一些人会用侧面这样子，因为你侧面呢，其实你的侧面手指头是不会动的，所以你要稍微转正一点点，然后靠这个关节这样子往斜上拨弦。好，那基本功的练习是这样子。我们先从第六弦，大拇指第六弦开始，然后念 T 一二三，那右手就拨弦 T 一二三 T 一二三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左手可以不用按和弦，单纯练习右手，把专注力全部放在右手上面。从第六弦开始，每一根弦拨四次。这样子呢，就会是一个循环，所以第六弦六五四五六五四五六五四五，然后搭配着节拍器不断反复的练习，直到你能够掌握基本的灵活度之后，我们可以再开始练指法。那你也可以颠倒过来练 T 三二一 T 三二一。这个呢很简单的练习，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手指头的灵活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练习。假设我一个小节只弹一个和弦，也就是一个和弦弹四拍的情况下呢，我们最常用到的呢其实是这个，也就是所谓的 T 一二一三一二一。如果有稍微学过吉他的，大概都会听过这个指法。而这指法呢，有名到呢，五月天甚至直接拿它来写一首歌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就边念 T 一二一三一二一 T 一二一三一二一，用嘴巴去命令你的手做到这件事情。T 一二一三一二一 T 一二一三一二一，那一样搭配着节拍器越练越快。等到你练得很熟了，你觉得你的右手的部分已经可以熟到不用看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搭配你的左手按和弦来练习。那我们今天用我们之前学过的四个基本和弦 C。A minor F G， 根音分别是第五弦、第五弦、第四弦、第六弦。第二个呢是，当我一个和弦只弹两拍，也就是说我两拍就换一个和弦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些简单的弹法。例如说呢，我们蛮常使用的就叫做 T 一二一，这样是一小节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一样可以用这四个和弦，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。今天先教简单的指法，下一堂课呢，我们会根据这两个指法做一些指法上面的应用以及变化。如果以上的课程有帮助到你，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也请到我的 Facebook 的专页帮我按个赞，谢谢大家。